照耀你勇敢前行，出发吧，坚强的孩子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错过都为你骄傲。出发吧，顽强的勇士。哎呀，这首歌真是特别动情的一首歌啊！嗯，非常非常为你感动。嗯，哎，我觉得挺震撼的。是，对，我最感动我自己的一句是，不管成功与失败，祖国都为你骄傲。我们的祖国有那么博大的一个胸怀。嗯，其实我觉得奥林匹克精神中呢，有一条特别重要，就是人人参与，非常强的一种参与感。其实奥运关注着不仅仅是我们普通人、健康人，同时呢，还关注着那些残障人士。2008奥运会之后的一个月就是残奥会。嗯，啊，两个奥运同样精彩。其实，在每一年的这个残奥，就是每一届的残奥会上，残疾人运动员们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。在雅典残奥会当中，我们的金牌总数是第一，奖牌总数仍然是第一。哎，听说李琛你还参加过这种运动会是吗？我非常遗憾，目前没有参加过奥运会。没参加过奥运会。但是我参加过全运会，啊，我曾经做过3年的射击运动员。哦。嗯，我的最好成绩是全国冠军。那祝贺你，太好了。我还一直在努力的想为2008年残奥会多做一点事。特别是我现在还担任着中国残奥会、中国龙奥会、中国特奥会的爱心大使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刚才那首歌非常的动听啊，不过瘾，还想让你再唱一个。还想再听一首。再唱一个什么歌？对的，我呢作为中国残奥会的爱心大使，特意为2008年残奥会写了一首歌。嗯。这是我自己写的词。那么在这个写词的时候呢，我想了很久。我首先想到的是，我们国家是最平等的，最热情的。那录音的时候听说有一点小故事啊。哎呦，录音的时候我是煞费了一番苦心，我想呢怎么样能够把真正的奥运精神融入到我的音乐里。哎，后来呢就想到了请6位残奥冠军每人敲1声鼓，把这6声鼓装在我这首歌的前奏，请大家注意听，咚咚，真正的奥运之鼓。 好，那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？来吧，来吧，我们一起来吧，来吧，掌声欢迎。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肤色，都是为了友谊而出发。
是来自什么国度，神州大地就是你的家。同样的命运让我们相逢，顽强的信念正在升华，成功与失败只是一刹那，我们要勇敢去面对它。汗水伴着泪水落下，我们都来不及去擦，奥林匹克风一吹干它。同乐五周，同乐五周，全新改版，全新打造，业余高手比拼的擂台，专业新手展示的舞台，国际选手交流的平台。同乐五周，情系海内外，欢乐五大洲，相聚神州，相聚世界，相聚同乐五周。爱华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呢，你觉得北京在这两年发生了哪些变化？哎呀，一直在北京生活，让我觉得可以说北京的这个天变蓝了。对，城市的这个绿化可以说也变绿了哈、变得丰富 了。是的，人们的这个笑容啊也变得更加灿烂了。对，包括我们这个整个城市的这个建设也变得更辉煌了，我觉得。所以说呢，2008北京奥运呢，给北京整个的城市建设，你看带来多少好处啊！是的。我们大家呢都在共同努力啊，就实现一个目标，要绿色奥运、科技奥运、人文奥运。应该说呢，北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欢迎来自五大洲的中外朋友们。是的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同乐五洲的舞台就要欢迎来自格鲁吉亚的艾卡小姐，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《家乡》。来，欢迎艾卡。我的家乡在这卡子，那里有条美丽的河。
里还是放进破雄鹰正在里站起飞过留下那段动人的歌Oh mommy mommy baby home Oh mommy mommy baby home Oh mommy mommy baby home Oh mommy mommy baby home给大家介绍一下艾卡。艾卡呢，来自这个北京语言大学啊，是一名留学生。想问一下，来中国几年了？三年了。三年了，喜欢这儿吗？当然喜欢。有多喜欢呢？肯定特别喜欢。把中国要当成自己的家乡。哦，他已经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了。对，第二。那我们中国的朋友把掌声送给你，欢迎你。谢谢，谢谢。所以就唱了一首家乡的歌曲。对对对。OK。是啊，你的家乡要办奥运会了，你也应该为这个家乡自豪。北京，中国加油！中国加油！好，那艾卡，我想问问你，在你看过的这个往届奥运会，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这个奥运会主题歌是哪一年的？手拉手，88年的。哦，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曲《手拉手》。那我们现在通过大屏幕一起来重温一下，请看大屏幕。
乐五洲，同乐五洲，同乐五洲，全新改版，全新打造，业余高手比拼的擂台，专业新手展示的舞台，国际选手交流的平台，同乐五洲，情系海内外，欢乐五大洲，相聚神州，相聚世界，相聚同乐五洲。杨柳啊，其实我知道汉城的这首手拉手啊 ，Hand in Hand， 是由来自三个不同国家的人作词、作曲还有演唱。对，而且这首歌曲呢，应该说是奥运会这个所有主题歌当中流传最广的。当年呢，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啊，还曾经想把它作为永久的奥林匹克会歌。是，那我觉得这肯定是韩国人的一个骄傲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我知道我们今天现场来了不少韩国的朋友，能举下手吗？来看看韩国朋友在哪儿。哇，都在这儿。来，我们有请这位先生上台。来，有请。来，掌声欢迎一下。好。哎，你好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做个自我介绍，会讲中文吗？一点点。一般外国人都讲一点点，实际上会讲很多。不少。听说你在中国已经待了7年了。8年了。8年了，我说少了。那在中国做个自我介绍好吗？对。怎么称呼你应该？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。对。不会叫日喀则。张佑荣。张佑荣。张佑荣。对。是做什么职业？在北京做那个文化方面的工作。做文化方面的。那你肯定。那我问一下，我先问一下，88年当时在汉城吗？你在吗？对，我在汉城。你在汉城。对。那奥运会的开幕式你去了吗？不能买票，因为太贵了，所以没买票。票太贵。但是在家看电视转播。电视我看了，对。也心情怎么样？非常的。非常热情的，因为。韩国的奥运会的时候，我是大一的。大一还是学生？学生。难怪没钱买票。对，肯定是。所以呢，在家里也通过电视台我看过，现场非常热情的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啊，就是为奥运放歌啊。作为曾经举办过奥运会的这个汉城啊，来自韩国的朋友。你给我们的奥运带来什么礼物了吗？礼物啊，我只能给你一首歌。哎，好，我们就缺歌。这是我们要的礼物。但不是我唱的，我唱不好。那谁唱？我带来我的朋友一下，韩国、中国一起合作的一个流行 hip hop 的组合，的名字是 Y Star。Y Star， 他们专辑里边做了一首歌，也是韩国中国一起合作的一首歌，是北京 Victory。 北京胜利。对，意思就是说来到北京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们，希望他们能够在北京获得胜利。对，是吗？这个意思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有请 Y Star 为大家演唱北京 Victory。We are victor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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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ictory
北京燃烧高举血液，让天空充满了一种生命。神造你我记忆都是在扬起，战斗正开启，北京 Only one Victory 北京 We are the champion We are victory We are the city all one。 神造你我记忆都是在扬起，战斗正开启，北京 Only one Victory 北京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奥运歌曲呢，旨在通过音乐来传播奥林匹克精神，更希望通过歌声来倡导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这个主题。是的，朋友们，我们同乐五洲为奥运放歌，下集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收看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下周同一时间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